给，拿了，我穿鞋。朋友们好，我跟木川俩上海轮去买点菜去。今天他们有事儿，完了那个今天聚不全，明天的。因为这两天我二姑和我老姑这不都在我家住的吗？昨天我妹妹他们也在我家住的，完了今天他们有点事儿要回海轮一趟。今天我俩去买菜，正好明天来，不给空还买不了菜呢。家里边虽然说肉啥都有，但是光吃肉也不行啊。这两天我们家都没人吃肉，买点青菜。我们东北人就都愿意吃蘸酱菜。你这小曲儿整的挺好听。必须的，你车不硬，你曲儿再不硬，完了，你得有样硬的。树上的小灯笼都挂上了，啊！我俩先上那个超市去转一圈。推的吧，那是超市人是最多的。我老婶儿让给他买几提纸，那就拿这个吧，这个比那个稍微贵两块钱。这是海鲜礼盒啊，买两袋小袋洗衣液去，买把筷子吧，我家里有那个太光那个筷子。就愿使这样式的，哎，不忘了这个，这玩意儿得总换的玩意儿。有哪个要这红苹果呀？就来它吧。这个再给人搁上，拿这个就行，拿这个就行。清洁球，一次性杯，拿一个吧。嗯，毛罐头，不买了。我们是年年过年酱油买完了，年年过年都吃桃罐头，但昨天我姐告诉我她买的，完了不让我买了。这是香油，我儿子告诉我买东西看配料表。东哥啊，东哥买点生姜还是什么？远程美不咋好，不咋好。明天人多，咱就买一箱得了。多点，那个好，买点虾皮儿。赠量这个，装啥呀？这不有吗？少买，买多了吃不了就干巴了。一袋就够吃，没再买。十块钱了，这一袋就十块钱。冷藏还是冷冻？冷冻。虾片整不整？也没人吃。还要看这人多，看看抢啥呢？挑两根黄瓜。我还买那些水果萝卜。啊，就蘸酱吃。生菜，拿个袋出来，那有袋。这人，哎呀妈呀！你说现在这菜涨价了，也都吃哈？妈呀！你买点香菜，我不吃香菜，但是他们别人都愿意吃。再来一捆。没看着苦苣呢，一会儿再找找苦苣。豆芽。买，找不着我家人了。韭菜，这家装不下了，这家。行，上那儿打秤，还没打秤呢，打秤都排队，你瞅这人。这块呢，这儿呢。一点都没保命啊！没保。来，黄瓜。好了，好像没了吧？这不没咱们的了。没了。撤吧，撤吧。这你不是腰吧？我俩要出去了，不行了，人太多了里头。够，然后再买别的一拼。买点那肠。啊？有签儿。有。
都有签，等着结账呢，投着人，多少个地方结账，这人都可多了。想得上前边，人这块是内贴的。没有了。啊，直接拿袋儿。票都不要了，走吧。那袋儿是啥？要袋儿，直接要袋儿。大的。是你的号啊，你的大小啊。哎，嗯，两大兜子没装下，还给我老婶买点纸啊？外面收银手要不麻的，还真干不了呢。那是呗，他们都熟练了，必须得利索人呢，干这个活。慢慢谁都练麻的啊？那个给我解开了吗？这个兜子没解开，咱出不去呀、啊。美女，麻烦你把我兜子给我解开呗。把这些放手里。好，谢谢。哎呀妈呀，几兜挂了吗？这里两兜，得往出去。我拎了这两提纸。好，走。还往里进呢，这人，哎妈！从这出去吧。这车呀，停可费劲了。买几条鱼？买三条。看，三条鱼就够吧？嗯呐。来三条鱼，三条啥？三条鳞还要全的，全鳞的。你这鸭整的变成全鳞了，你还得费劲还得刮吗？你刮得快，你就买那个三道鳞吧。三道鳞呗，三道鳞。哎呀，这小鸡儿，那白的是乌鸡吗？云都溜着，哎，完了，找不着了，没有了。有的是，就是看不出来。没看着，跟牛呢。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整一身水，给钱吧。走，还得买酒哈。你先过来，我先。你走呗。哎呦呦！那我也只能蒙对。大豆腐，干豆腐。干豆腐，纯手工的。最后一样，买完回家了。这屋还挺冷的，这小风。钱扫完了，啊！我买点干豆腐，他说怕不够，完了又买点儿。啊！我说我买点儿，你怕不够，我这又买点儿。又买点儿啊？他说行。够了，这玩意儿多点儿没事。对，多点儿，剩点儿那冻上也能吃。嗯，这回走了，回家了。回家。嗯，加加。加加了，哎呀妈呀！这地儿我说真冷啊，人家冻脸都。到家了，我俩这是着急忙慌的到那块儿，再着急忙慌的，你看看人家还剪个头呢，理个发呢，哎呀，去出去跟你爸俩搬去吧，去吧，来这么快的？啊，还快呢？我妈还说我俩挺快的，到那儿噼里扑噜的买。买完了，反正你儿子剪个头，我俩就往回溜。啊，嗯，喂，开门。可以。大鱼先搁这儿吧，是吧？啊，少绑儿子，少拿，少拿。这个也搁这儿是吧？啊，这搁这儿。我给他吧。哎。哎呦完了。好。我还能来一个呢。不能来了，不能来了。过会儿开门，过会儿开门去。开门去。我就负责开门，他说再来一个没事。那可不行，再来都到哪儿了？搁嘴堵上的。哟，你就绷一下得了，儿子。这个纸我老婶的，完事了吧？没有了吧？啊，没有了。鱼得搁水里。其实那里边不冻了吗？不能。哎呀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这道理啊？道理道理。好。哎呀呀！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！这这气大扑了的。你吃不吃那大米饭？吃啊！吃不了。啊？你大姑以前就是这个饭这么捞出来就吃。这个
就要这么吃。那你带回去吃。这不夹上吗？不夹上，夹上啥呀？我妈烙一盆饭，这不明天且多，怕电饭锅一锅饭不够吃。那这饭可傻了。真的，这一盆八碗米呀、啊，我妈烙的，真下狠。那也不坏。嗯呢，是不坏。我在这切点肉，肉馅儿，完了一会儿做签子。我要和和这个馅儿，和和调馅儿，和和去了。料酒少来一点，盐得搁呀，搁点鸡精。这是胡萝卜、姜末、蚝油，抓拌均匀。不如说你给我拿俩鸡蛋呗，谢谢。呀，这活硬啊！这活整硬了啊！是不是、啊？哟。哎哎，向着了还。哪个位置？哎。好嘞。来，我给你搁。别一下整太多。看面子。得那么些，还得倒。搁碟子，然后就黏糊了。盐搁了，搁完了，拿走吧，调料都拿走。开始卷，有点干，打了一点水，不黏糊。这回差不多了，半杯水，三四。调一个封口的那个糊，搁个鸡蛋，搁点面就行了，调成这样状就行了。这干豆腐有点窄，铺平之后给它卷起来，稍微紧实一点，这块抹上点这个糊，我这两头再抹点这个糊，省得干吧。我听要炒还行，包的就看蒸的如何了。不知道啊，愿啥样啥样。这个里边模具里边底下抹上油了，给它摆着。又蒸好一个，尽量的，反正是卷紧实点，搁点糊粘上，省得开。浇水吗？哼呐，搁这儿。最后一个，卷上。整不少了，这家。嗯，可是不少，这家是。嗯。我怕不够啊。感觉这次应该成功了，炒的挺好。炒的挺好啊，嗯，看它蒸出来的散不散，能紧着点的就差不多了。不知道散不散呢，蘸点两头，我看能不能搁下了啊？妈呀，差一点儿的，差一点啊？就这么地儿吧。行行，这么地这么地吧。别再蘸个东西了，往上抹点油，省得干的。搁锅，这个水开了之后。还得二十来分钟，开锅之后还得二十来分钟。你们都瞅我这玩意儿来了，行不行？哎，颜色太浅了。烫手啊？是不是就颜色浅了？还行。咋能让它一凉就好了？不是，人家正常可能是要熏一下，咱也不会熏呢。对，这就不错了。瞅瞅我这玩意儿，挺好。搁这凉了，嗯，搁这凉着，我感觉我这玩意儿除了色淡一点，其他的都还好，没毛病，打嘎地，算挺成功了，成功成功成功，哈哈，挺好，必须成功啊，不错了，太行了，拜拜了朋友们啊，拜拜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嗯，留着明天吃这个，期待明天吃看怎么样，好不好吃吧，尝尝味儿的明天啊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